有好看一点的颜色呢？好了，我决定送老公这个好了，我送他一个 H， 让他把我挂在身边，时时刻刻想着我。Mary, can I try? Okay, grazie. 我觉得好像比较亮哎，这个还是这个。How much for one? 55. Okay. 好了，我买到我第一个东西了。我第一个东西就是长这样，这个好看的发箍，我觉得它非常有异国风味。然后我决定。什么送人自用两相宜，就是我女儿可以用，我也可以用的一个发箍。Good good， 好，这是第一个收获，我要继续逛下去。哎，这好可爱哦！我想买回去送我妈，可以吗？这是一个胡椒粉的那个容器耶，超可爱！哎，超可爱的这个 ，Hola。I want to buy this one. 大家如果来墨西哥，一定要买这个。好，我这边装进来。我妈一定会很开心。这怎么这么可爱？我要买一些 Romeo Green 好了。其实我刚看到这个，其实也蛮适合老公的。然后又有墨西，对啊，很有墨西哥的感觉。好了 ，Romeo 的礼物到手了，想想他穿的样子应该蛮可爱的。Grazie。这杯子也太可爱了吧！其实我爸有在收集各国的杯子，我是否应该买一个给他？我决定要来送他一个杯子，看哪一个好。我自己很喜欢这个，但爸爸用粉红色好像又太娘了。好像很有朝气耶，这个杯子好像一整天太阳日出。好，我决定要买这个给他了，好可爱的磁铁哦。就是去各个国家我都会收集磁铁，然后放在冰箱上面。你们觉得仙人掌好还是跳舞的女孩？这露屁股的也好好笑哦。还要不要 pink 仙人掌？那就送给老公这个咯，粉红色仙人掌，真是想不到要送他什么。为什么要送这个？因为粉红色。Thank you。然后因为加上我们有在收集磁铁，会贴在冰箱上，所以这礼物很不错吧？希望你会喜欢。婆婆喜欢什么呢？还是我送婆婆这个 ？I like that one. I like the black one. 它在哪里？Yeah, I like that one. Thank you. Grazie. Good. 所以我是大功告成，每个人都有一个小 souvenir. 所以 good good. 我很用心的帮我每个家人挑了一个礼物，然后我觉得非常代表墨西哥的风味。Anyway, I had a really good time. 今天在这个市集，然后买了很多好东西。好，可以，拜拜。